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谁谁来谁起来谁起来，我不信，我就信这个，我就信这个榻榻米。你们如果都不会做的话，那就我做好吧。哇，这锤好帅。比较优秀吧，那我得是个角儿吧，也没什么别的，就天赋型选手吧。我可能会给自己打101分吧，演唱是满分，还有1分是给自己的自信。我们就摇骰子，就是号数大的先进去选。好，完了，这对光光不公平，这对我不公平。来，摇骰子，来甩起来，甩起来。我3号。完了，我完了，我凉了。大的摇出来的骰子，我凉了。2。我怕。快快快！四个五来出来 battle。咱俩谁先选？我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在你上面，我先选的二。哪有这样子的？他们刚才都是。蓝石头布。你去问问蓝石头布。有人了，满人了，3个了哦。满人了吗？5个了。我不信，我就信这个，我就信这个榻榻米。我这边绝对没有5个。你轻一下声。哎，你说话，来一个一个报数。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这个有点帅。哇，这锤好帅！我想买一个，我买个盾，对盾，我想买一个。这个重吗？这个巨重，巨重这个。你好吗？我很好，谢谢，很好很好，谢谢。你看，出界了吧？球呢？从这儿是不是出界了？球呢？这不是球吗？我赢了，2-0。2-0？啊，这两个大局2-0。你自己要不你自己跟你自己打吧。算了，快回去回去回去。呱啦呱啦呱啦喂，呱啦呱啦，出来。这鸟懵了，这鸟懵了，这个头毛都炸起来了。给人毛都下去下竖起来了，你哎出来，你看咱俩一走他就出来了，你看我一过来就飞了，呱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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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来大强，这样吧，我会给大家杀个鱼吧。你杀个鱼，杀个猴儿，给大家杀个鱼吃。那我出一个吧，那我出个鱼吧。2个，我跟那个谁招上炒辣椒炒肉。咋的？你就把鱼直接放到火锅里煮吗？炖炖。我给你打下手，野哥。你给我打下手可以，招上也给我打下手。我给你打下手。辣椒，切辣椒就行。OK， 没问题。别了别了，咱这样，咱分工明确。要不然整个出。哟哟，他动了。你还出个鱼呢？Hello， 有什么歌可以点播的吗？小小来伪装掉下来的眼泪，点点头，强忍自己会怕累，我只求。你却连
世界，好像只有我疲惫，无所所谓，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，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。咋办？你说这演唱会咋办啊？孩子没有人哑了，我哑了，雅哥，我哑了，雅哥，雅哥，我哑了。谁会做鱼啊？你们如果都不会做的话，那就我做好吧。你会吗？我给我妈打个电话行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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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假的？我帮你，我给你打助手。好好好好 ，OK。嗯，哎妈，那个黑鱼怎么做啊？就给我说一说就行了，就大体的，炖一下哦。好，怎么炖这个？就先加油，加完油以后加葱花、蒜、姜丝，然后再加点肥油，然后就爆锅。爆完锅以后就加水，然后把鱼放进去，然后没过这个鱼，先炖十分钟，然后打沫，打完沫以后加花椒，然后再继续炖，再加盐，然后就可以出锅了，是吧？好好，明白明白，出锅了。好，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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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简单。嗯，好嘞，拜拜。好了，啥也别说了，准备开始了。现在，这个你给我打下手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给翟大厨打个下手可以吗？等一下你弄出来。首先啊，吃也吃不了。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。你先给我整点那个蒜，还有姜丝，还有那个葱花，还有肥肉，好吧？没问题啊，没有问题，好吃就完了，香就完事儿了，好吧？